酒店五十九分，在台南在手号拍摄的是五一零是叫三线抗叫海线抗七组的，一点头叫八节举光号，这项新就是周德明举光号是新左研发这叫海线抗七组的，一点头叫八节举光号，这项就是周德明举光号。来各位观看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。好，谢谢各位观看五一零是叫三线抗，不是叫海线，叫新左研发车叫海线抗七组。那个一点头加八节举光号，这项就是德雷文举光号，准备驶进那个台南站。然后跟我后方的1674是进入西部干线号潮州的 ，ENC 1207加上 ENC 1208九辆一组红斑马号，今天的男主角。然后五一零是进站。谢谢各位看，五一零是进那个新左营发车进入海线号机组的，一点头加八节举光号这项，就是德雷文举光号。那个1225，跟1674进入西部干线看到潮州的 ENC 107加 ENC 108。九辆一组红斑马号，今天的男主角，在台南站准备驶离。欢迎南站。OK， 1674进入西部干线号，潮州的 ENC 107加 ENC 108，九辆一组红斑马号，今天的男主角准备驶离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台南冈山、新左营、高雄凤山、那个九曲厂、屏东以及终点站潮州。好，谢谢各位观看。1674进入西部干线号潮州的 ENC 107加 ENC 108九辆一组红斑马号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台南冈山、新左营、高雄凤山。九曲塘、屏东一段以及终点站操作，下一站冈山。拜拜，我的红斑马1674进入西部干线号，潮州的 ENC 107加 ENC 108九辆一组红斑马号，今天的男主角已经是离台南站，谢谢观看，红斑马之前号已经是离台南站，这个台南站，尽量拜拜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台南冈山、新左营、高雄凤山、九曲塘、屏东以及终点站潮州，尽量拜拜。